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立夏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园艺的乐趣吧。刚早上下了一阵这个大暴雨，花园里面的蚊子特别多。之前就有花友问我说，这个花园里面蚊子多，我都是怎么解决的呢？就是用这个电蚊拍，现在去演示给大家看一下。每一天我工作累了，就喜欢拿着这个电蚊拍来这个蔬果区打蚊子，这个蚊子在这上面噼里啪啦的，这种感觉非常的好。因为这个蔬果区的植物是最茂盛的，所以也是蚊子最多的地方。你只要来这里站一会儿，就会发现有很多蚊子会围着你来，然后你只需要用这个电蚊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部把它们消灭。现在来等一会儿，或者是主动出击，把这个植物动两下，你看就有好多会飞出来，我就可以把它们给灭了。因为我最近来的比较频繁，站在这里已经是三四分钟了，也没有蚊子来咬我，所以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吧。每天累了就来拍上几拍，是不是又好玩又能杀蚊子，一举两得。快点啊，来咬我，我要释放一下啦，那种噼里啪啦的感觉最好了。快点来一个，配合一点，不来就算了，我们还是去看花吧。听说我不拍了，这个蚊子就来了，大家看，听这个声音。快点，再来几个。